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人才是第一资源，创新是第一动力。特区政府正从四大方向加快因地制宜发展新技生产力。第一，继续加大创新力度；第二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；第三，推动政产学研投五个领域的高效协作；第四，完善创科产业链和供应链。今天，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，是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。合作协议涵盖深化内地与香港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交流合作，涵盖八大重点领域，支持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进新型工业化，推动两地共同在国际产业体系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。